要不是亲眼所见学校的中文名称，差点就以为这是到国外了。这就是位于广东肇庆市的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，外号广东爱丽斯顿商学院，被人称为最美的城堡大学，全国最豪华最奢侈建筑的大学。学校位于国家著名五星景区七星岩旅游景区内，占地面积1283亩，总建筑面积44.32万平方米。校园建筑典雅，采用欧式城堡风格，外围钟楼建筑为意大利威尼斯钟楼，前部建筑均为欧洲城堡风格，中部是联合国办公大楼，后部为美国白金汉宫设计，其豪华程度就像一座魔法城堡。校园生态环境也是相当优秀，空气清新，景色旖旎，能在这里上学一定是件很浪漫的事情。不知道每年多少学费才能入住这里呢？